好，那就是因为它可以把矿物质保留下来，所以牛奶里面有没有矿物质？有。那这是可乐，所以我们一样做一个比对，就是一个是比较脏的，现开的，一个是比较白的，是现开的、喔。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把它倒下去。掌声。